我们今天野马锅鸡你点多少我就在野马锅鸡吃多少。你记住啊，我这个地方只要有的你想吃啥你吃啥。哈市人和北疆人一样，北疆人也很豪放的，完了以后呢你吃多少钱你跟我说，好好说吃多少钱，宰马宰牛宰羊都可以。你看我多少羊，我还有羊骆驼呢是吧，吃不吃慢慢吃慢慢吃慢慢吃，放开吃，明白不？你喜欢小伙子还是喜欢姑娘？我看你肯定喜欢姑娘我安排我们这漂亮的姑娘带你转一下，好好转一下。好的，在这住哈，晚上住在这儿啊，我们啥都有，桑拿啥都有是吧，洗好泡好吃好。好，欢迎麦不兰老师是吧，我们勤劳聪慧的维吾尔的大网红来野马好好吃。首先欢迎您来到我们新疆古生态园哈，您之前有来过咱们这儿吗？我四五年前来过吧。四五年前没这么火啊，是吧？现在人山人海，真的人太多了。你现在一进来可以发现啊，跟您四五年前来完全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我们今年不是搞那个马上旅游嘛，一下子带着咱们园区整个火起来了。像咱们新疆古生态园目前除了是全国最大的汗血马展示繁育基地之外，目前园区里边各类的一些元素文化非常丰富。你像浓眉哥，咱们再去看这些树化石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远看它像树，近看你看它是石头树化石。这个硅化木呢形成于侏罗纪白垩纪时期，距今呢有1.3到1.95亿年的历史。浓眉哥你可以看看你的右手侧，这个您就很熟了，胡杨对，胡杨，像现在看到这些古胡杨呢，也是和硅化这个树化石一样，全部从异地搬过来进行保护的。南疆多得很。这个是咱们的左宗棠纪念馆，左宗棠的历史啊，咱们每个新疆人肯定都了解，是咱们的民族英雄、民族伟人。浓眉哥，这个是咱们的草原诗人，从伊犁和阿勒泰的草原上发现给搬过来的。像这个草原诗人呢，也被誉为亚欧草原的十大未解之谜。咱们的把树表演马上开始了，我们先去看表演吧。好。人也超级多，今天人也超级多。太帅了，世界上最小的是普拉品种，它们的平均身高仅仅在50公分左右，体重大约40公斤，但是看它们长得小。小小一匹，你知道吗？世界上最小的马品种，太帅了，朋友们，太帅了！在历史的长河中，战马与长枪，人特别多，然后也特别精彩，我觉得。你刚刚看那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应该也可以发现，我们的节目内容形式也比较多。我们董事长那边很爱马嘛，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形式也是非常的丰富。我们平时吃胡萝卜吗？对，马很喜欢这种糖分高、水分高的食物。另外单独肯定还要喂草呀、精粮呀这些的。哦，长得太大了，是吧？咱们这个马是公认的全世界最帅的马，荷兰的弗里斯兰马。它的特征就是很大，体型很大，然后毛发呢也会比较飘逸，鬃毛比较长，脚上就跟穿喇叭裤一样。躺了个头发吗？对，那叫宰德。太大了，这个。后边那几个都是他的儿子，那是我们的。哦，这些都是儿子。他的儿子，初六是他的儿子。来来来，儿子，大儿子。像这个弗里斯兰马，它现在主要用途就是拉马车。你看歪头啥意思？跟你要吃的呢。哦。现在要吃的呢。一会儿你还能看到那种踢门的马，踢门也是在要吃的。哦。马其实你越近距离的去跟它接触了解的时候，过程要吃的呢。哦，来来来来，很聪明，它还吃，它就还会踢门。你像马这么聪明的动物，它知道用什么样的形式跟咱们要吃的啊，就会讨好卖萌啊，所以说踢门就是引起你的注意。这就好比咱们小朋友嘛，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呀。对，这是法国的佩尔士马，全世界最大的马种之一。这个的话是二战时期当时拉重型大炮用的。比我比我。浓眉哥他看你呢。太大了，太大了。这个是过吨级的，你像他跟他旁边都属于过吨级的。这个的话是1.3吨多，接近1.4吨。对，你看像现在走上长廊，这一个长廊的就全部都是汗血了。我们现在看到每一匹都是汗血。您现在看到这匹马呢，它属于汗血马里边的纯金。汗血马里边白色和金色是属于价值非常高的，这种就属于上千万的汗血了。
浓眉哥，你看这个是啥？哦，这是啥？这个是自助遛马机，俗称马的跑步机。哦，马的跑步机。对，你像那种表演上一下来的，就要给它放到这个里边，让它运动缓冲一下。稍微缓冲一点。嗯，走吧，走吧，跑了。Red, skin, rich, skin. Oh, yeah, yeah. 双马也是个技术活，我操！给他搞个梯子吧，技术活。来，公主抱死给我！我来，等一下，等一下，干，去跨过去。哎，等一下，等一下。哦，哎，等一下，我爷爷。来来来，下来，你妈抱不住。来，你直接把我脖子说话了，下来吗？啊，你拖不住，超载了吗？超载了，看没有？快下去了都。这个关了。超载了？哎，哇哟！这咋体验了一下就下来了？哎，那个马我上去了以后，中间直接凹下去了。像这匹是属于汗血马里边年纪比较小的。浓眉哥，我觉得你还是得骑骑这个。这个我两个我都没问题，这个。plus 版 ，plus 版 ，plus 版。能上去吗？可以。来，哎，等一下，绿加盖。哇，好，等一下，等。哎，我。咱们这小伙子是不是力量很强？你显得太渺小了，我。那起来把那啥调整一下。嗯。能走不走这个吗？轻马肚子，轻马肚子。帅。帅吗？你不要看小，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对吧？互联网时代，你们为新疆宣传、为家乡建设立了汗马功劳，应该表扬你们。谢谢，拉个手。谢，是吧？新疆这块土地啊，它是个非常欢快的土地。你看白不蓝？嗯，这是阿塞拜疆的厨子，是吧？哦，这女士就是阿塞拜疆女士。啊，阿塞拜疆做过吗？阿塞拜疆做过吗？八大年，还是八大年？看块苦吃。哎，咱阿塞拜疆是给啊？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巴库嘛？巴库。巴库。巴库。你看。你好。马特阿塞拜疆，他都学会中文了。你看，中国阿塞拜疆白羊皮，阿塞拜疆的米粒烤吧，那些骨子的泡尔瓦塞，骨子的鸡面米粒，鸡面烤吧，豆腐，骨子的一切菜料，都来。除了新疆餐饮以外，我们把丝绸之路各个国家的最好吃的东西全部拿过来。我做了30年外贸了，对不对？我的优势大得很，是吧？把他们请过来，他们这批人非常能干，勤劳，工资也不高，对不对？对吧？这个时候就是更多的人去哈市了，来到乌鲁木齐就不想走了。16酱烤羊排。啊，我是从喀布尔来的。啊。我那儿给羊没不烂。16酱烤羊排。哦。你没吃过吧？没吃过。你看，这好多东西我都没吃过，感觉。你今天我非把你吃胖不可，你看。你看，厨师长代表端上来了。需要操作一下，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欢迎大家品尝乌兹别克冒烟黑抓饭。哦呦，这个奶奶，你看，真把冒烟带上来了。抓饭里面冒烟呢，需要我们两个协同。你看，哇，买过来你没吃过这个吧？没吃过。哦。他们把那个中草药，你看大蒜、肉。捷克多草药。这是乌兹别克的。嗯。买不来。丫头，你给我们买老师好好讲一下这高烤肉。一桌子卷子肉，卷子肉，硬在全身。看几个特色。嗯，这个羊排还真有这个石榴的甜味呢，感觉。是吧？嗯。